相传好耐好耐之前，在一座冇人知的深山里面，有一个叫做飞仙湖的世外仙境，是雀鸟聚居的地方。传说其中还有雀鸟修炼成仙，那里没有生老病死，亦没有种种的人间疾苦，雀鸟过着无忧无虑的平静生活。但是有一日，平静的飞仙湖发生了巨变，一向凶残成性的山妖，因为自己占据的地方太过贫瘠，成其不备阴谋入侵，要将飞仙湖据为己有。知己嘅，纷纷去你黑我山，唔好等英王嚟收拾你。咦，你同我作对，我非你唔怕死。英王系仁慈嘅山林之王，我立誓要效忠佢。呢、這个诺言系永远都唔会改变嘅。阿英，你中了一个圆形咒，从此以后就不可以做翻雀仙，除非有一个人肯为你顺手诺言而牺牲性命，才可以破咒。但世间上必有这样的傻瓜，你一世做死英武了。
大山、金玉，系阁老爹。个山上猛虎为患，路过个商旅都俾佢担晒去。就算我哋啲猎户，都已经系接二连三咁受害。而家已经冇人再敢入去山上打猎啦。为咗避免多作牺牲，就派你两个入山打虎。阁老爹，你放心啦，只老虎就等我赵大山嚟收拾佢啦。你两个是我们这班猎户里面最勇猛的好手，不过这只大虫实在太过犀利，你两个必须冲绳合作，大家互相扶持，才可以打得到这只老虎。我赵大山向天发誓，同金玉同生共死，一起将老虎打死，一起抬老虎落山，否则我们一起葬身于深山里面。好，金老弟，一会你就站在我身后，等我来打头阵。阁老爹，如果我真的出不回来，我几块炮皮就送了给你，我间屋就送了给杨大妈。还有，麻烦阁老爹春秋二祭的时候帮我上山扫我父母山坟。嗯，但你两个千万要小心，我们大家就在这里等你回出来。啲野兽行埋由东边逃跑，只老虎一定喺西边嚟，我哋从后包抄。
金玉嘅。頭先咧，我真係想幫手嘅。得啦，唔使講啦，快幫手摘起佢，唔使等個老爹擔心。金玉做咗打虎英雄，而我反而成为咗贪生怕死之徒。唔得，呢件事绝对唔可以俾人知道。打虎英雄系我赵大山。大山，快嚟帮手啊！你死啊！赵大山系癫咗。今日唔杀咗你，我赵大山就唔会成为打虎英雄噶啦。人世间真系有你一个咁守承诺嘅人，莫非我哋真系咁有缘分？卓仙姐姐咧，
请问几位姑娘，你哋有冇见过位雀仙姐姐啊？其实系一只受咗伤嘅鹦鹉嚟嘅，你哋有冇见过啊？你讲嘅雀仙，我哋冇见过啊，系阿英姐姐佢救你翻嚟噶。阿英姐姐？系啊。阿英姐姐嚟啦。阿英姑娘，多谢救命之恩。请问你有冇见过身边一位雀仙姐姐？冇啊，我就系见你晕咗喺山边，所以救你翻嚟。希望上天可以保佑雀仙姐姐平安无事就好啦。快啲饮咗佢啊！阿英姐姐每日都上山攞仙露，所以你嘅伤先好得咁快啫。即好似金露一樣咁鮮明，係咧？呢度好似仙境咁靚，有咁多雀鳥喺度，唔通呢度就傳説中嘅飛仙湖？我哋世代咧生活喺度無憂無慮，我唔知道外面嘅人叫呢度做咩名，但每個人心目中都有一個仙境嘅。你認為呢度係飛仙湖就係、是、飛仙湖，冇錯，呢度就係我心目中的飛仙湖。你跟我嚟啊！好似得雀仙姐姐救咗我，如果冇实冇命啫。你又知佢系雀仙姐姐？咁我都唔知噶，不过见佢身上面啲羽毛颜色咁靓，我估佢系雀仙姐姐。你放心啦，我相信佢一定会平安冇事嘅。我都希望系咁啦。食啊！嗯。你娘亲话过啲嘢果有毒咧。我细个时候娘亲真系咁讲过，你唔知噶？每个娘亲都咁讲噶啦，冇毒噶，放心啦，我每日都咁食嘅。诶，等阵，我都送翻啲嘢俾你。你仲记得？我仲记得。我记得喺好耐以前，曾经有个十岁嘅孩童，同样为我戴上花环。我都系啊，唔知点解对住你。我有种似曾相识、心有灵犀的感觉。前面就是了，行快啲。你讲俾我听啊！你细个愿望是咩啊？讲出嚟你唔准笑我噶。嗯。我愿望就是想飞上天上边。不过娘亲成日都话我傻噶，我都觉得自己好傻。嗯。你眯埋眼啦。做咩啊？你唔好问，你眯埋眼先啦。真系识鸟语嘅，仲知道我细个梦想就系想飞，你真系叻啊！每个细路仔都希望自己识飞噶啦，
早啲休息啊，我都要瞓啦。你都喺度瞓啊？嗯，我瞓呢边，你瞓嗰边啦。啊，唔好，呢边位大啲，你瞓呢边啦。唔系啊，我哋同室而居啊。咁唔好咩？好。啊，唔系，我哋始终都系男女有别。男仔要瞓觉，女仔都要瞓觉噶。乜瞓觉都要分男女嘅咩？我唔同你讲啦，我瞓先啦。秦吉了，秦吉了，我哋一齐去采仙露咯。我唔去啦。嗯，咁我哋行先啦。好啊。啊，真系奇怪啊！我嚟咗咁耐，一个男人都见唔到，你呢度十足十女儿国咁喎。呢度就好似外面一样，男子要入深山谋生，要到入冬先至翻嚟避寒噶。哦，就系呢度啦，我就喺呢度重伤昏迷，雀仙姐姐就不知所踪啦。你真系咁挂住雀仙姐姐？嗯，其实讲起上嚟咧，佢真系有啲似我细个时候养过一只鹦鹉。系咩？嗯。我想你教我吹笛咧，就想学你嘅本事，帮我引翻雀仙姐姐翻嚟嘅。你放心啦，佢一定会冇事嘅。就快冬天啦，呢度冬天系咪特别寒冷啊？嗯，冰封万里，寒冷异常，外来嘅人都难以抵御。做啲傻事噶，妹妹，姐姐啊，你要知道山林嘅规矩，先凡有别。如果今日再继续留喺度嘅话，你知道后果会系点噶啦。我相信今日嚟到呢度系缘分嘅安排。我唔理将来结果系点样，我会珍惜依家同佢相聚嘅每一刻。姐姐啊，我仲要搜集羽毛啊，我先走先啦。姑娘，
請問你有冇見過阿英啊？誒，你話俾我知去邊啦，你一定知嘅。我冇見三日啦。你唔使揾啦，姐姐已經走咗。嚇？我唔信。冬天就到啦，我哋呢度嘅男人好快就會翻。佢哋唔喜歡外面有男人留喺山度，所以趁住大風雪未嚟，你最好盡快離開呢度。好，我走都得，但我要親口同阿英道別。唔使啦，我姐姐唔想見到你。我唔信。佢三日之前離開嘅時候都冇嚟向你道別，可知佢根本就唔想見到你。你亦都唔好再揾佢。我只系唔想有人自作多情枉送性命。冰封之前，唔使啦，我依家就走。金勇，我翻嚟啦。长姐姐啱送咗佢出山啦，金玉，金玉，出咗呢个谷口，你就会找到路翻落山噶啦。你唔使再望啦，离开咗呢度之后，你就要忘记呢度所有嘅一切，忘记姐姐。点解？我姐姐根本就唔想见到你。点都好啦，你快啲走。你要咁多羽毛做咩啊？同你做件千羽球咯，咁样你就可以留喺度过冬啦。你唔系唔想见我嘅咩？当然唔系啦。你唔见咗三日，就系为咗搜集啲羽毛，帮我整件千羽球，要我留低。嗯。英，咁你会唔会留低啊？会。就算冇咗件千羽球，就算我冻死，我都要留低。我会留喺度陪你。金勇。由得佢咯，唔得，要凑够一千条先至可以做到千羽球噶。睇下仲有冇。姐姐。啊多谢你啊，妹妹。或者呢啲就系叫缘分咯。Thank you.
咦？咁快嘅？暖唔暖啊？好暖啊！够胆喺度放肆，就系你呢一个不知死活嘅臭小子破咗个咒语。阿英，今日我就要你同呢个臭小子不得好死。你一定系同秦吉鸟一样，都系雀仙嚟。冇错，我系雀仙。15年前，我就喺山峰岭呢度被山妖落咒，打回原形，做翻一只毫无法力嘅鹦鹉。后来因为你肯信守诺言，舍命救我，我终于破咗山妖嘅咒语，做翻雀仙。原来你真系救我出生天嗰位雀仙姐姐。正话你面对山妖。明知不是他对手都依然跟他打，就为了要保护我。我当时很感动，虽然我们做雀仙可以无忧无虑，但这种感觉我都是第一次感受到。英，你对我的情意我今日这世都不会忘记的。但你知道我现在是一只鹦鹉。我不理，我不理人又好鹦鹉又好，我对你都是此情不变，永不分离。山妖，我唔会俾你伤害英人。金玉，你凭咩同我讲呢句说话？你哋话永不分离，我就要你天南地北，死都唔可以死埋一齐。
山妖，你死性不改，又想入侵呢个山林，今日我就要收拾你。妖王，你以为将我拘捕到寸草不生的秃头山，你就安心做你的山林之王？今日就要打败你，睇下边个先至系真正的山林之王。啊！果然是神勇，不愧是山林之王。英儿，不如带我见下佢，等我当面多谢佢。你做咩啊？佢正话俾山妖打伤咗，唔使惊，我取仙露俾你。诶，唔使啦，我调养几日就会冇事噶啦。你都系离开呢度啦，再唔走，我怕嚟唔切啊。点解啊？点解连你都要我离开啊？秦吉，你讲得啱，我哋先凡有别，依家仲惊动埋英王。我唔走。你唔好咁傻啦，英王佢執法如山噶。我唔理啊，总之我点都唔会走。金勇，我哋讲过噶，佢永远唔分开，要留一齐留，你走一齐走。好啊，咁我哋一齐走。阿英姑娘。如果你不想金玉受到伤害的话，就快点带他回去见英王。好，我也想去见李英王，他讲清楚成件事。不用怕的。一直以来，山妖不断地破坏仙林的规矩，以达到他入侵仙林的目的。不过经此一役，被我大败之后，相信他不敢再出来兴波作浪。真是太好了，好嘢！飞仙湖与世隔绝，是众雀仙隐居的地方，这个是万万不能外泄的秘密。带阿英和金玉出来。拜见英王。英王，我有说话要跟你说。金玉，你无需多说，你是凡人，
竟然擅闯仙林禁地。长老，这个人破坏飞仙门规矩，应该如何处置？回应我，依照规矩，应该处于死罪，以免飞仙门嘅秘密外泄。英皇，唔关金玉事噶，系我带佢入飞仙门，佢事前完全唔知情嘅。你要惩罚嘅，你就惩罚我啦。英皇，我金玉男子汉大丈夫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系我自愿留喺飞仙湖嘅，你要罚罚我啦。唔系啊，英皇，今日为咗救慧儿受伤，我先至带佢入飞仙湖噶。佢对我有恩，我替佢顶罪好应该噶。唔系，阿英根本冇泄露任何秘密，系山妖嚟到，我先识破阿英嘅身份，识破秘密嘅人系我。总之你要罚罚我啦。金玉，英皇，你哋无谓争拗啦。英皇明察秋毫，自然会有公平嘅处决。此事容后再谈。今日是英皇凯旋归来的大喜日子，有个喜讯要向大家宣布，英皇已经拣选了一位姑娘做她的皇后，她就是美丽的阿英姑娘。英皇，你怎么一厢情愿？依照飞仙林的规矩，英皇是有权自己选择自己的皇后，这份是阿英姑娘的名幸。英皇，我很多谢你的美意，但请恕阿英不可以做你的皇后，因为早在十五年前，阿英已经同人许下婚约了。是哪个这么出众的兄弟得到阿英姑娘的芳心？是红鹤武士，因为恐着王子同阿英许下婚约的，并不是各位雀仙，而是